那个，对，会有那个头上的那个叫藤壶藤壶哨，没错啊。那我要改这个坚强的背力，怎么了？提升 30% 的生命值，哇，好喝，喝。喝起来！没无感。红颜暴君，来哦来哦来哦，干杯！啊！啊！还有车经过，喝了之后有车经过的音效，哎，厉害！这插组件啊，三星三星，这样打比较速度。这个狙，说晚一点。真是好晚的一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啊，噔噔噔噔，竟然还没挖水痕碑石，你来挖喽。我看到那个怪虫，怪虫，怪虫，打他吗？嗯，好，你打了就打了。啊，如果不先打会怎样吗？要怎么打？那可以，因为我刚才没靠近。哦，他爆了。后面有炮，后面有小炮。很多只。没事啊。哎，暴君到我隔壁，暴君到我隔壁。小胖子哦，所以刚刚可以的话，就是等你到旁边，然后开始围剿他这样。可以啊，对啊。哦，我距离比较近啊。嗯，了解了。有喷很多矿物，好多好多好多，地上好多。死啊！在玩什么？通！放弃刀锋了，我养你。我是三星，还想要阻碍我？有吗？那个在上面哦，这边有一颗，四处牵线。等一下，我有这个植物。对啊，植物很烦哎。是，那你等下看要不要我们这边牵线上去？有，我在努力上去了，被撞下去。你说签哦，你笑、哦，你知道往空中签吗？没有，往那个大本营，地上往大本营吗？我没有，我现在上来了。你怎么上去的？我还在下面。啊，你在哪里？就那个下面不是有两颗？就那两颗，看可不可以运上去啊？哦，那两颗再怎么样运上去都要靠你的线。好的。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你在玩什么？臭仙的。哦，我也走回家了。这边的那个植物有点可怕哎、欸，一那是可以，你可以重击把它打掉、啊，是没错啦。或是你的狙击说不定一枪可以打掉。我不知道，不行哎、欸。哦，你说那个、哦、这个，我是说仙人掌了。仙人掌跟那个、啊、这个也是啊。这个我都不知道哎，长得不行。我刚才打掉一个，可是要打很多下。哦，哎呀，这陷阱的还好。
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。那不是，那不是。这关的特色就是很多绿绿的。可恶。嗯，会骗人。上面有那个蘑菇。你要干嘛？这边还有小团吗？还没挖完。交给你啊。繁星怎么？嘿，怎么了？糖果。看你的血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在找糖，没有，我先捡亮亮嘛，捡完再去吃糖果。这样糖果吃起来才美味。好的。最近的糖果在哪里嘞？不，他不让我吃糖。哎、欸，有刀锋，有刀锋。我没有带那个技能。我用掉了。哦嗨起来啊！不要跑啊，洞穴蜘蛛！点亮一下。应该，巧克力要抓吗？抓什么？刀锋。刀锋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好好，杀了他。尽量杀。万磁魔。一个 potion。什么？基本上，开心就开心玩就行了。吃屁股，主要是蘑菇啊！我这边下面有两颗，如果你们上面还有一颗，就够了。我怀疑你开车，可是我喜欢。你喜欢我下面这两颗是不是？那你不能还哦。我准备带上去啊。我去，等一下我等一下就拔掉它。什么拔掉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拔掉拿去还任务。哦、这边有一颗拿到了。就是蘑菇啊，主要是蘑菇。蘑菇我有三个。我去吃糖，杰瑞也要吃糖啦。刚摔了一下，吃糖。有看到一颗糖。啊，这样就够了，那边放一放。慢点啊！补给可以直接叫一个。蘑菇呢？缺四个哦，杰瑞来这边看看，我在你的另一头，跑去远一点的地方。杰瑞有看到吗？有，帮你标了。哦，那个喷的太靠太近，他直接把我的护盾喷光。我看到了，这边还有两颗，然后等一下这边还有一颗，啊，这边还有两颗，这样听起来很够哦，拿一拿。不要打巧克力！哎呦，反甲烦死他们！过来，虫过来，虫过来，会死！你在玩什么？这边有三个蘑菇，还差一个，差一个哈，往里找。好，嗯。呜、哦。有，我看到蘑菇，可以标一下。没有，我可以拿到。那就可以补给准备九人。嗯嗯，超速刷。哎咻，哎咻，哎咻。哇！噔噔噔！十分钟速刷，我今天都没有看到那个方块。四件可以玩。蟑螂。
哦，蟑螂是小胖，暴君是大胖就对了。对，好的。跟你说蟑螂，我其实每次都你怎样几下。蟑螂倒了。哇，好多水母。有没有更多的？来玩。明天返校啊！返校？可返校是开学还是返校啊？对啊，有返校了。25号、24、25好像返校。嗯，啊，几号是开学？还是说24返校，25开学？25哎，那个时候是返校，25开学，因为明天是24啊。一个不神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！有我看到你在那里。然后你就炸我，爆炸吗？有，舒服。我的安全膜只剩一点点了，差点爆掉。我可以再为你戴上膜。不用，它会自己修补回来。我的强化膜，靠近你就会加速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强化、啊！可以走喽！哈哈！啊，你的弓箭，可恶！啊，电钻砸你！啊！哦哟！下面都流血。钻钻钻！二五开学，嗯，因为返校，哇，那二四返校，二五开学就有点八七了。对啊，人家返校日太短了，应该返校日不是领书还是什么、那個？过个几天才开学，就是因为那个武汉呢、啊。嗯，我以前这种返校我就想说放假很久啊，终于可以到学校见见朋友。渐渐喜欢的人，反正见完又是继续边缘。边缘了很久，一开始放假很爽，然后开始就觉得好边缘。啊，我都会觉得好像少一天假期一样。我都觉得反正还好，因为心情。没办法，你自幼生啊。我自幼生。你不是学霸吗？大学学霸、啊，对啊，还是小废渣、啊、哦。尿尿。啊？有矿螺。大学3月2号才开学，有够久，太久了吧？反正要25等了哦，你就可以晋升。第一次的晋升真的很爽，因为蓝色就可以多一个。多一个蓝。学霸也不会喜欢开学啊，我只是喜欢返校呀。前提是返校只有一天嘛。像这种寒服舒服就真的很讨厌，莫名其妙。回来了，不寻常的机会。本级是差一点还是比较多？怎么看？经验值是在哪看？哎，一半。上甲，一半。来啦，四星呐、啊，让你一定升得满。这个是毒菌沼泽，应该还好。毒菌啊，不就是都是毒？就那个会有毒蘑菇而已、啊。对啊，
那个带环境那个有用齁？有，可以，应该是有用。好，你不要踩到它就好。你不要害我去踩到就好。不会，你都死人去犯罪。哎呦！你说台北没有返校这么好？对啊，那个刚刚有说什么直接全部取消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还不错啊，就是直接开学啦。对啊，现在没有什么必要。你返校你也不能上课啊。中午就走了啊。哎呦，一出现就有毒，这我可烧不掉啊。哇！右边有消团。哎，我没看过这个香菇平台。哦，它是打掉它就会嘣嘣。因为之前没有在特别打。哦。哇、哦，顶我！那个冰的地方地形也有。哦，它不是打下去才会有蘑菇出来吗？相反的是吗？哎、欸，它下面有东西捡。努力的钻它。四星呢？要小心呢。No。按摩吗？哇，这个好大！哇，我觉得这个形状。巧克力怎么在这里？还是黑的，巨大巨大巨大，还是咖啡色的，咖啡色得了啊！小时候不是都有那种自己做那个巧克力棒来吃的那种？哎呦！前面那个是什么？哦，采集场。好好的，好棒！哎，有绿绿绿绿绿绿绿，什么绿绿？嗯，咚咚！哇，好绿哦！蜘蛛的声音。哎哎哎！哦，喷毒喷毒，小心哦！有点多，有点多。你会啊？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。把这 combo。我今天看到一个苦力怕加蜜蜂的恐，觉得很恐怖哎、欸。我有看到。Beeper， Beeper， 就会飞来你旁边爆炸也不错呢，有没有这个构思？帅，带苦力怕头的蜜蜂。听到了矿螺声。不不，求你怎么又在这里？哦，小心了，小心了。哎呦，好容易吧？哦，你好厉害哦！我射五发，有四发打你身上，你很会挡耶。我明明都左右扭了，他怎么扭就是？头好重重。这是融合石。母巢。好。好，可以打一打。全部烧，小朋友。小屁孩，小屁孩。哎，藤壶兽。哎。你在哪里？你会死的，藤壶兽。不行。不行，救我！我在另一边呢，杰瑞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反甲对藤壶兽还是比较难的，毕竟是四星。哎、欸，很多那个、哦，好多蚊子哦！我就听到怪怪的。还是来啊！等先来一只小兵。哦，没中。苦呢？
消团需要帮忙。哎呦，那个！我在打，我在打，我在打。赶快钻洞哦！那矿还没修、啊，还没，我刚弄完而已。然后现在想说挖那个小草，等一下修修修。第二只在我这兒、喔。一只脚，两只脚，这什么声音？对啊，我在听。哦，那个，哦，那个、啊，正确，在讲。哎呦！哦，用那个啊，要喷毒喽。跑！小胖，小胖同学，小胖，把屁股切掉。刀帮我刀帮，抓了抓到抓到，注意哦！融合石很多、哦，融合石也够了，86，蛮宅，哈哈。我把叫回去了，你要存在大家伙里了。欸、对你，大家伙哪存这？超多。哎、欸，反正你存了吗？存了，存了，存了。哦，小胖屁屁直接裸露。